那我一场比赛总发现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无盼拍两场比赛耶。不过，在未来本民众强用感受的多五月节的气氛，前面乡公所头一摆举办陆上拍两场比赛。虽然讲民众大家单单系头一摆来参加，不过是爱家族都优良，就做得紧拍紧夹，感受的多惊奇的感觉。比赛开始，参加民众松鼠拿定棍呢，托天南方青芒古仓，按用粮食做得行工钱。按用比赛虽然好高，不过行业在他家都讲动开。头一个吐袂行啦，不熟，我阿妹也都好走的。有好坐，真好，真紧，真紧，直直走去。你三只手在量，对啊，全程买剃条。这样的地方，安尼让拉力，好，身体要向前倾，用力让你向后吐，这样有力在，这样总会通知下。因前都头一摆体验安样比赛，参加比赛人头下蛮唔惯，不过等到中部机构过后，陆上爬梁山比赛就经常见见。最尾的海丰村得到头一届田美香陆上爬梁山比赛头名。华龙组就无撇步，就是。身体往前，然后动作一致，一二一二这样。这边吼就是离鹿港比较远的吼，让我们田尾这边就办一场鹿山龙舟吼，让我们村民吼老一辈的人可以看看龙舟的长的样子。我们规划是要办比赛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想我们就尽量缩小吼，就不鼓励了。田美香台北举办的陆上爬梁山比赛，本打空台举办，无奈后受到疫情影响，全靠宿舍规模来办理。乡公所讲，等疫情过去，过体年要空台举办，好办下到民众体验无同样的爬梁山比赛。香港新闻李新龙综合报道。